车，这叫超级救援车是吗？看最后面这个，我从这边来看，它这个可以，它这个可以用超级超级超差不多，差不多一个光这么快。哇，这么明白。你看，那个他们没有毒霜，他们有一个毒霜，尖尖尖的，它会这样。你用的是什么燃料？这样的是燃料。如果他们有危险，启动就启动不了，他们就可以，他们就会每个人，他们就会他就会这个飞机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在飞机上转着转，就会发射大炮，打敌人，自强大炮。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我拍下来了。再见。再见。